界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在经文我们学习到偷盗色利，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若有居士以盗心偷色利，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假若，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受了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盗心偷色利，是犯终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那么去偷色利。色利，在我们佛门呢，可以说佛弟子，都知道，知道了有色利，大家对这个色利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有三个地方，常有佛的色利。色利，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是叫做深谷，或者呢灵谷，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子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也有开示，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意是精气神之所炼耳。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是戒定慧力，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练成的，这个念经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那实际上舍利呢不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精气神去练的，不是。
舍利呢，因为呢，他非特死而烧之，其身肉骨法变为舍利。啊，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肉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或者毛发啊，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啊，不是这个，啊，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烧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啊，佛门也盛传呐 啊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那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到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啊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啊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啊，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啊，舍利呢又叫坚固嘛，坚固子，啊，铁锤敲不碎的，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啊，所以才叫舍利。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啊，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啊，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往生之后啊弘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
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四十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势力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在偶益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你偷到什么他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五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五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啊，就是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啊，这个也是啊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啊，这个结罪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啊，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五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啊，佛留下来的舍利呢，啊，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啊，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啊，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啊，但是呢，上面啊是结中可悔，啊，下面这个不结罪，啊，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啊，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啊，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啊，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
这个舍利啊，现在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啊，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啊，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常舍利的地方啊，这个是很稀有的。现在这个舍利呢，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啊，实在讲啊，你要去偷到那个舍利呢，啊，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啊，不然你外面的人呐，啊，你要怎么样啊，啊，你也很难去偷到这个舍利。那么舍利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以恭敬心，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或者一个宝物啊，这样来收藏，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那么佛这个舍利啊，你以恭敬心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前老法师一个塞蜡烛的徒弟，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啊，还有一个塞蜡烛的徒弟，这个塞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不认识。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人很老实，都没有心机的，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这个夏天啊，南方啊，都要晒经书，因为南方潮湿，利用夏天出太阳，把这个藏经啊，经书啊，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人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那个蜡烛啊也会长霉也要晒一晒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要把蜡烛收回来呢，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就不想要他了那么就骗他了就给他讲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你到地老那边去学经教以后可以弘幻三界那人家是骗他的。他傻傻的，他就很高兴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是被骗来的他很认真要来学经教将来弘幻三界在《影城回忆录》讲他有那个荒音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那地老看看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知道这个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宁波阿育王寺你先去拜舍利拜三年他真的就去拜了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三千拜结果拜了三年呢业障消了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以后地老没有空的时候
这个蒋经啊，就请他代理了，啊，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蒋经的法师了，啊。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至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你以恭敬心起这个舍利呢，不犯戒，啊，而且呢，有功德啊，因为你是恭敬心。啊，那么如果说啊没有恭敬心，啊，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啊来家里供供啊，来占为己有，那就变成盗心了，啊，这样就要结罪了啊，结终可悔罪，啊，这个不可不知道啊。这是讲到啊舍利啊这方面的啊，偷盗舍利。我们下面接着看啊，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道心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啊，下面这个签我们再念下去。所道经卷若执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啊，盗取这个经卷，啊，就是经典。啊，若居士，啊，受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啊，犯不可悔，即执轻重。啊，他们这里呢，经文呢，啊，讲犯不可悔，即执轻重，啊，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谦给我们注解了啊，说所道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呢，啊，是八分银子啊，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啊，是值八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戒呢，这个五钱呐，自古以来啊，根据一些资料啊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啊。原来呢，我们啊大概呢啊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啊，后来呢，啊，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啊，大概值15块人民币，啊，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啊，也可以明白啊，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呢，啊，不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是相当之低，啊，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了，啊，就破戒了，啊，不能忏悔了，啊，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悔，啊，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啊，终罪，啊，是可以忏悔。啊，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在补充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如果受了这个戒，啊，当然啊是不要偷盗，啊，那万一呢，啊，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呢，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啊，但是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啊。你看上面这个说以盗心去偷佛的舍利，那么劫终可悔。
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经见，是犯不可悔，不可忏悔，记值轻重，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若以恭敬心取这个经见，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这个区别恭敬心就是他不为自己，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不是占为己有的，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这个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就犯了偷盗了，就犯了盗戒了。那么为什么犯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犯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经是佛讲的，因此他就犯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言来讲，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嘛，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像这个以唐朝时代这个印度的巴拉密蒂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列为禁品，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蒂法师呢，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这个经中国地区学佛的人需要，这个地方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所以他偷盗了，一共偷三次，第三次才偷成功，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过海关了，被抓到了。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割开，把那个贝叶经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用尽苦心，过海关呢检查不到，这样走私过来的，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上岸，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才有因缘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如果当时巴拉密蒂没有偷盗，我们今天中国人
看不到楞严经了。那巴拉蜜地他有没有换道界？没有，他没有换道界，啊，他这个叫开源，啊，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啊，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啊，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富了啊，那他就换道界了。啊，他没有啊，他来是布施供养啊，啊，供养大家，啊，大家都有机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呢，啊，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呐，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在经文呢，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道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道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翻印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啊，但那个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啊，就叫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啊，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啊，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啊，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啊，那么来看啊，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啊，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啊，经营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啊，我们并不是图利的，啊，所以无犯。啊，在戒经上讲无犯，啊，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啊，那我们也很光荣啊，被关得非常光荣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啊，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呀，啊，啊，才知道啊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福报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向言啊，这个向言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啊，这个相言就是诉讼，啊，到法院，啊，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相言，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异相过分得地，值5000则，犯不可悔。
啊，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助啊，此节属田处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啊，这一大段经文啊，有虚空处，有田处啊，有供其处啊，处就是一个处所啊，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先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啊，把别人那个田契啊，就是所有权状 啊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啊，偷天换日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啊，是偷盗别人的田地啊，有二因缘夺他田地啊，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啊，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啊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言，相言就是去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啊，往往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啊，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啊，那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啊，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啊，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啊。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
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啊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 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那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啊，这个啊下个礼拜一啊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所以这个它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它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它也可以作弊啊，啊，它可以移一点啊，或者到地震事务所呢去贿赂啊，给你移一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它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他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他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啊，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宅啊，这个宰相啊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啊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啊，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这么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犯了偷盗戒了啊。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规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啊、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若作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到
盗戒这个戒相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哦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啊、找出来，我把这个文呢、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现在西洋战事激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吴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子之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激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呢、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子之目前，啊，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啊，则胜者似乎得意，啊，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深千倍万倍都不止，其世人皆不知也。其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祖师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载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嬴，次曰孟。嬴强孟弱，其父将终，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嬴尽霸孟之家业。
但以梦圆房一所，梦拥立至佛，未久迎死，生梦家为子，名还。又未久梦死，生迎家为迎孙，名仙。还为迎家之仆。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清凉山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户人家啊，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资巨万。家产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盈，次曰梦啊。他的长子叫赵盈，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梦。盈强梦弱，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啊，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其父江中呢分家之为二，把他的家的资产分为两分，孟德其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可能他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多给他一点点，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孟德其上，父死他父亲死了，盈尽霸孟之家业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其他的田产都被他霸占了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梦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间圆房，一个房子梦拥立至佛拥立就替人做苦工这样过生活。未久盈死没有多久呢，这个赵盈死了就是赵梦的哥哥赵盈死了。那么赵盈死了之后呢，就投胎生到赵梦的家做赵梦的儿子就生孟家为子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叫赵桓这个赵桓就是这个赵盈的前身赵盈的前身投胎到他弟弟家里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又未久梦死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梦也死了生赢家为赢孙这个赵梦就是赵赢的弟弟呢没有多久也死了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赢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仙就是赵仙。那么赵桓为赢家之仆这个赵桓就变成这个赵赢家的仆人了因为这个赵梦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那么就给他哥哥做仆人了做工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变成他的儿子就是赵桓那变成呢这个赵盈就到这个这个赵桓就到赵盈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还随行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在他家做长工了
这个赵仙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啊，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啊，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啊，凡知其伯霸惨事，私欲杀仙。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仙，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逆刀谓仙曰：“女主霸我家业，令我事穷，我今杀汝以泄愤。”啊，这个赵桓呐，啊，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仙呐，啊，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仙。啊，他说：“你祖父啊，啊，赵营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呐，啊，就是赵营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仙了。啊，赵仙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烦了，啊，就在后面追。路遇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啊，跑到一个茅棚，啊，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你不可以行凶。”还曰：“无杀怨耳。”啊，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啊，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啊，这个老僧啊，是得道的高僧，啊，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啊，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啊，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啊，知道呢，原来啊，这个赵桓就是赵衍了，啊，这个赵仙呢就是赵孟。啊，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啊，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啊，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啊，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啊，占不到便宜，啊，而且呢是偷到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啊，这是印主当时呢他的开始。啊，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啊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啊，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啦，啊，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啊，是害到自己，啊，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啊，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啊，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啊，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